实验学校，郭波文郭女士养殖心理欢迎。以往学生在保送就除了技能竞赛，那技能竞赛是很重要，学生展现技能，但是这个啊，展现学生其他能力的啊，应该要得到重视哈。一直以来有一个传统，就是请这个台科大的那个王朝正，王朝正王教授，王教授他来献唱，献唱，因为他也是他们学校合唱团的主唱嘛，哈，就是。是我们历年来非常重视的竞赛。片甲不留，加油加油加油！怎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二三，加油！再一次。邀请大家继续来读这些学生。这些竞赛呢，是我们历年来非常重视的一个竞赛。刚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我们有一个协助跟引领啊。我们委员在评审的时候，就看他们学生的作品跟他的学校所学之间的相关性跟整合性。玩科比的特性是否有来的，那是我去评审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学校跟学尽量，因为他们是经过层层的竞赛进到这边来，并相反的就是运用其整合性，后面那个是作品的即使先保护中华台，再把作品的档案一搜寻，大概Thank you.
还过了，但是因为他那边，然后把它停了。这个画面看上去就是外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有人没有画的。这个是有，然后呢，是一样的是电风扇，只是他们那个拿伞的，那个是你说的，哎，就是前面，然后是两个。这样，当英语，当展出自己的产品特色。可以。那这个计划啊，这个竞赛已经办了第六届的一个竞赛，那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学生来参赛，因为我们在从高职的课程从九五专案开始就把专题制作列为他们的一个校定的必修科目，那这科目最主要是学生啊，让学生发挥他们动手做的才能，还有他们的一个团队的合作，还有创意。我们也看到这些学生哈，真的也都蛮有创意，他都跟他生活结合，然后跟他所学结合，然后也符合我们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希望有那种跨领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学校就是提供很多课程跟那个老师的指导，然后
觉得老师都很厉害，都可以指引我们。我们是大家同学一起在去参加演唱会，啊，演唱会台上灯光很明亮，啊，台下很昏暗。为了让粉，为了让明星更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就利用摇摇棒开始挥动。啊，摇摇棒在挥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效果，台上明星就知道我们是支持他的。好，就很谢谢。就是大家的支持啊，就老师也帮我们很多，然后爸妈就是也回家在做功课的时候，爸妈也都一直就鼓励我啦，就叫我认真一点，然后在学校方面就是问老师问题啊，然后老师都很乐意回答啦，也都很花时间来帮我们，对，然后还有就是同学都有来帮我们，就很开心啊，就是努力了一年这样下来，被老师带这样，也是很谢谢主任啊。我是复兴商工美工科主任。那在这一次的竞赛啊，我们学校有双料冠军哦。那去年我们也是，前年也是。那年年来我们一直很努力哦，琢磨在这样的一个教学活动上。从去年六月到现在啊，然后就老师也一直帮我们修改啊，对。已经开心到说不出话来了。大家努力那么久的成果，现在终于可以展现出来。我是他们老师啊，因为他们是实习班，然后我们这个 idea 是在说，因为希望可以开发在地的农产品的东西下去做应用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是做自拍，自拍对人的青少年的影响，对。然后就是做这个的话，这次是从头到尾的话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就是老师帮忙，对，自己的想法，然后经过老师的帮忙然后去实现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次的话我们自己努力的部分很多，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很值得，对，很有成就感，爽爽的。绿能就是环保，环保就是绿能。由于那个最近 3D printer 就是最近蛮热门的话题，但因为 3D printer 在练习的时候，它的时间会非常的久，就是练习时间很长，那它的温度都非常的高，那如果你把它独自放着练习的话，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把我们加上那个监控系统，它就是一个摄影机，就是你可以从手机远端监控。感谢学校及各位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学习，然后团队发挥各个所长。因为班上同学有人是新移民女性，然后我们想说班上同学还蛮多的，然后多元化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发想了这个主题。我们还去幼儿园实习时，就是也遇到很多外籍配偶的妈妈，然后就是会重视这个议题啊。